好吧，十一最新路透，周深一身白色造型到达录制地点延吉西市场，深深好有礼貌，绕场一周给大家打招呼。接下来几天将注定每天有很多的新瓜，因为众所周知，观跑吧的路透饭拍非常多，甚至比证件都好看。周深这是和队员一起逛商场啊。回顾五月份，其实周深还是很忙的，中间只有几天暂停营业。据说下一期奔跑吧节目组会去马来西亚录制，那就可以看到周深走出国门了，也希望周深能够在海外音乐领域崭露头角，